田呢？半田，王半田。哎呀妈呀，看着没，我们家这多有福，一天仨宝俩倒，刚吃完中午饭躺在呼呼上了。哎呀妈呀，这是擦脚的抹布，你咋还盖脸上了？你闻这味儿睡得香是咋的？装文化人呢，还看个书。哎呀，正睡觉你干啥呀你呀？你不想着卖西瓜呀？这不正梦想着呢吗？都谈成了，人家要交钱了，你们给我整黄了呢。照你那么想啊，咱家就得喝西北风去，那西瓜都得烂地里头。天哪，妈呀，看个鬼吹灯。581嘴里叼着黑驴蹄子，他左顾右盼，突然敲响了房门。嫂子，喂，嫂子，哎，嫂子，你咋的了？出啥事了呢？你偷人西瓜了？偷啥西瓜？我家一地西瓜呢，我都缺人偷都没人偷。那你咋回事呢？可是我媳妇疯了啊！这我一进屋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大嘴巴我小牙都给我削掉了。这个妈呀，那咋不上兽医站打一针呢？上什么兽医站呢？那我去看看你媳妇，你给我待一会儿。哎呀，来了，嫂子，怎么不认人？见谁打人？你给我他妈躲一下子吧，咱们。往哪儿躲？快，那范老四，范老四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，哎，范老四，我让你进屋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给我出来！进来。你还认识我不，嫂子？我呢，大哥。范老四，你赶紧给我出来啊！啊，那个不行，弟妹，平静平静，有啥事慢慢说啊。嫂子，我现在的心情就像双十一那天的马云，我沸腾了，就像炉子上炖那个铁锅炖大鹅，我咕嘟了，我这点汤马上就要靠干了，嫂子。那就添一瓢水呗，有多少水够他范老四咕的啊？出轨了，拖拉机轱辘又跑丢了。侄儿，范老四他外边有人了。你可别瞎说了，这老四是多本的个人啊。他本的，他要是本着的全村的就没有本能的老爷们了。你们看这是啥？嗯，在网上跟别的女的聊天记录让我给抄下来了，证据。哎呀弟妹呀，你瞅你这大呼小叫，我心咋地了呢？那网上聊天挺正常事，那哪句话是真的？信那玩意干啥呀？你大哥总聊，我连瞅都不稀得瞅。我刚才还聊了你。嫂子，那你是不知道聊的啥内容，你要是知道你也受不了。那能聊啥？啥呀？听我给你念啊，亲，这时候你俩是不是应该配合我一下吧？那当着你面我俩就亲呢？就是啊，你俩都结婚20来年了，当着我面都不好意思亲。他范老四跟这个女的在网上啪嗒一口就跟我们亲了，大哥谁能受了啊？谁能忍受得了大哥呀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弟妹呀，不是哥说你，你有点太 out 了。亲是啥意思知道不？就是握手的意思。我给你演示一下，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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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呢，我给你念，亲，在吗？亲。我在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摸哪了？那摸哪也不行啊。么么哒啥意思啊？上手了，嫂子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上手摸了。哎，亲，姐姐，你别老摸我呀，你这。那个，弟妹呀，你知不知道么么哒是啥意思？那和亲是一个意思，还得给你展示一下。亲，把碗刷了。
我不去。么么哒。嗯。自然吗？啊。么么哒。你太厉害了，这么露骨的词儿你都给演示过去了。是这意思啊？那大哥，那你看下边这句呢？亲，你对我第一印象咋样？亲，真甜，哪甜呢，大哥呀？啊，你瞅我们家范老四长得像大咸菜疙瘩似的，他哪甜呢？我跟他过这么多年，我都没尝出来，他怎么就知道甜呢？他哪甜？大哥，你说他哪甜呢？大哥呀，老四有糖尿病吧？你呀，净扯那没用。那有糖尿病就甜，那要胆有病还得苦呗。那得咋说？告诉你，甜就是问候。问候对方身体好吗？最近咋样啊？问候，你明白不？那下边这句话你再给我解释解释。亲，我们还有继续的可能没？亲，我要的可多了。亲，你要啥我都给你。大哥，解释。那还解释啥呀？这不明要了吗？就是啊。你俩都明白了，你还老问我干啥？你还有更过分的呢。亲，你都给我了，家里能同意不？亲，你放心，我瞒得可好了，一定给他个惊喜。嫂子，这是惊喜吗？这是惊吓，我必须 KO 他。你有这个实力。我跟你大哥一旦看着就嫂子，我指定完了，我亲眼看得进来的。范老四是爷们儿，你给我出来！弟妹呀，不是，别激动啊！范老四，我出来了。我今天我就出来，你能把我咋的？你别吵他了，你我出来，我出来干啥？我牵着我新疆养狗掏了呢，这家给我揍的，大嘴巴我都削的。后来我一听你们唠这嗑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又亲谁又摸哪了？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呀，别动手啊！我过去。你还敢硬嘴呢？你是吗？你敢打我呀？你咋？哎呀，老四，是打我了吗？那你疼不疼啊？范老四，我告诉你，别伤及无辜，你给我过来啊！你别这样事儿，你干啥呢，弟妹？停！干什么玩意儿你们啊？是像话不？老四，你给我出来！这是谁啊？出来！哎呀，大哥，消出印子了都！你怎么回事呢啊？有你这么干的吗？种点西瓜挣点钱，这家给你嘚瑟的。这个女人她容易吗？啊！你怎么这么对待她呢？行了，这点词儿都让你给我咽了。啊，你说她容易吗？啊，哄孩子做饭啊，洗衣服，这刷碗，那么容易呢？啊，是她长得磕碜点。啊，不可能。就算她磕碜，你也不能外面有人吧？你咋想的？范老四。你给我过来，兄弟呀，你就别动手就行啊。姐啊，我你能听嫂子不？不动手能不？不动手，我过去倒行，媳妇，但是当咱俩当家必须得给我隔一个人。哎呀，我这不搁这隔着呢吗？我问你，到底咋回事？这女的是谁？大哥，你还吓人不？你说这事儿啊？我们家这也太恐怖了，这。范老四。啊，小纯纯是谁？小纯纯，我根本都不认识。挂号月圆又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挂号月圆不是你的网名吗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的名，网名。停！王八田，啊，你的网名不叫挂号月圆吗？对呀。这不是你的聊天记录吗？这回明白没？大哥呀，啊，是打我吗？我也没疼啊，嫂子。嫂子，我在这块啊，巴巴的劝人家呢。
闹了半天呢，那是你大哥出轨了。嫂子平静啊，嫂子平静啊，我平静不了了，我此时的心情比马云还沸腾啊，我就是个铁锅上的大鹅呀，我都孤独了，我汤都快烤干了。嫂子你靠干了，你为什么你多少要添点汤呢？多少汤也下不住王半田骨头啊！嫂子，嫂子，别生气啊！嫂子，你坐着来。嫂子啊，嫂子啊，咱们不哭啊，嫂子，咱不哭啊。哎呀，你上脚步。大哥，你给我站起来。说你这一年卖点西瓜挣点钱，你看你把你过一个女人容易吗？一天给你生孩子做饭洗衣服带孩子主干啊，你行了，别哭了，我这词儿都烟里了都。行，哭啊，行，驯兽呢，你们都给我哭迷糊了，你知道吧？坐着，来来来，给你们给我坐着。老四，我就想问你，我的聊天记录怎么能跑到你家电脑边上？对呀、啊，你的聊天记录怎么能跑？他啥时候去的呀？问谁呢？大哥，这个事还得你说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说吧，是不是你怕你媳妇啊盗用我的网名去跟人瞎聊去了？大哥，我有你这么大能耐吗？编编的多好，编吧。不是编，老伴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老四啊，你看是正事儿。有一次我上你家去了，咱俩喝酒，喝着喝着你说菜不够，你要去买两个咸鸭蛋。有的是啊，我等了半天，你也没回来。我也不是在那等鸭子下去吗？不是。你就是下出来，他也不是闲的。闲不闲不说，我等了半天，我仔细一看，那是公鸭呀！我一看，那会儿你干啥嘞？我待着没事，我就在你家上上网，用我的家电脑。对，嫂子，岔劈了。岔劈啥？那不都看鬼吹灯看的吗？都会编故事了，编的有条有理的。行，王半田，我今天都看透你了，你真能耐，出息了，咱俩到此结束。离婚。媳妇，撤，起。咋想的？老四，你们两口上我家来干仗，把我们俩活聊起来了。你嫂子放大招要跟我离婚了，你们俩收工了，有这么干的吗？那我正常应该怎么干？帮我圆呗。咋圆呢？你撂他干？小纯纯，你看着没，这都找上门来了。大哥，你快点出去！快！哎，我出什么去？我出完了，老李说咱们一块安排完了。来，安排啥呀？是老爷们，你当面接。还得嫩脸皮呢。喂，你谁呀？王大哥。哎呀，你小声挺甜呐。你胆大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倒地方。你来呀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，你有点素质行不？你就蹦得再高他也看不着。王大哥，这做什么声音啦？刚才呀踩猫尾巴上了。你谁呀？王大哥，你忘啦，我们在网上聊过。哎，你不是花好月圆吗？我是买你西瓜的小纯纯。啊，你是要买我西瓜那个呀？对呀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要买你20000斤西瓜，你还说要给太太一个惊喜嘞。哎呀，那个亲呐，当时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跟你聊半天，后来你也没理我，我寻思你就说搭了嘴话呢呗，我就隐身了，缩水里去了。哎呦，这件事我们也不好意思啦，我们也需要和合作伙伴商量一下。这样哈，瓜的事情定下来了，现在把你账号给我，我这就把钱给你打过去。后哎呀呀呀呀，欧了欧了，
亲亲呐，别忘了收到货之后给我个好评啊。好嘞，么么哒。嗯，么么哒。听见没？啊，还吵着不？大哥呀，就这么的，就这西瓜就在网上就卖出去了？那可不。你怎么没那能耐呢？你啊？那你让我上网吗？弟妹呀、啊，咱们现在农民呐、啊，有了这么一个好的销售平台，咱们得利用上。以后你们好好学着点，别老一天净整那没用的，听见没？对对对，亲，走。么么哒，干嘛去啊？回家上网卖西瓜。但是我有个要求，你必须得给我安个视频。我给你安视频干啥呀？咱俩回家直播去。亲，赶紧摘西瓜去，么么哒。